又粉我。大家可以上去康康星Channel嗰個 share 嘅 Facebook Live。係啊。OK， 我哋等下 cap ready 啦。OK。可以啦。可以。好，咁 Jenny 未 Q 我。好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Hello。我咧嚟自康康星Channel嘅 Andy 啊，咁我隔篱位唔使多介绍啦。我系黄贤。Yeah。咁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咧就系淘大威威店呢度啊 ，Cap 点解啊？因为出咗碟啊，寻日啱啱，跟住今日就嚟呢度唱歌俾大家听，同埋帮大家签碟啊！唔单止唱歌同签碟啊，仲会影相噶，可以系咪？系啊。咁啊，啱啱開始嘅啫喎，咁大家如果咧有時間，快啲講嚟，我哋呢度咧好易記嘅，就係九龍灣淘大商場一期二樓三聯書店嘅威威店。好好啊！咁啊，網上朋友係啦，一二三，咁啊，網上朋友咧，快啲嚟到啦！咁我仲有時間嘅，咁啊，因為陣間 Cap 仲會唱歌，唱完歌先簽碟噶。咁但係而家咧已經咧擠滿咗 fans 啦，有冇聲嘅聽啊？咁大家咧，如果想咧，即係見到阿 Cap 嘅真人啦，同埋可以親筆咧攞到佢嘅親筆簽名啦，同埋同佢影相咧，而家快啲快啲嚟啦，咁樣。咁啊 ，Cap 不如我哋傾下偈先啦。好啊好啊。真係好開心。即係你索咗未啊？呢隻？未。你用嗰個方法大力。我曾經估究竟係特青味啊、黑咖啡味啊定咩味？因為聽聞係有咖味、摩卡味。可能每個人心目中咧都會有唔同嘅味道。嗯、因為我知道你嘅碟咧就回甘期嘅一世嘅。係啊，冇錯。即係話咧，聽咗裏面嘅十四首佳作之後咧，感動係一世嘅。冇錯，冇錯。係啊，咁我諗咧，即係所有喜愛阿 Cap 嘅朋友咧都知道，由佢舊年出道啦、嗯，其實真係陪佢走過咗四季啊。係，所以首先率先就送咗四季俾大家先。係啦，咁啊呢只碟咧，我真係咁講咧，今年嚟講咧，即係 Andy 睇過出過嘅實體碟咧。差不多是最特別的一張。多謝。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？因為它有得看、有得聞、有得聽。咁啊，首先聽啦，有幾多首歌啊？有十四首歌嘅，咁如果十四首歌都係自己嘅創作嚟嘅，冇錯啦。咁啊 ，Cap 好中意作曲啦。咁啊，十四首咧裏邊有廣東同國語，冇錯，國語嘅歌詞就全部自己寫。咁廣東就有揾嚟一啲朋友幫手寫其中幾首。咁我知道裏面咧，你又帶我哋咧遊歷四季啦，四季歌曲啦，又教我哋去領悟時間嘅真諦啦。咁最近嗰首歌咧，又跨越生死思念，冇錯冇錯，簡直係一個音樂文青我咧咁。多謝。同埋咧，聽之餘就有提過，因為有裏面有你嘅文言文，唔係嗰啲即即復即即嗰啲文言文。即即復即即。嗰個言係黃言嘅言。係冇錯。不如你介紹下。其實裏面首先有相集先啦，即係有兩 set 相嘅。咁文言文個本書底裏面咧，嗰啲相就係日本影嘅。咁而歌詞同埋每一首歌嘅文案咧，嗰啲相就係台灣影。咁其實裏面會有十二篇嘅文言文啦，咁就係我自己用文字去記錄低我對呢個世界嘅感覺啊，或者我見到有啲事、有啲事物嘅感覺咁樣。咁而另外咧，我自己都寫咗十四篇文，就分別為每一首歌都寫咗一篇文章。咁所以喺裏邊，大家就可以知道啊，其實我寫呢首歌嘅時候係咩情況咧？又或者係其實呢首歌我最想講嘅係乜嘢 message 咧？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再 enjoy 多啲咯。我覺得我攞上手咧，呢本書好重，好似個 box set 咁重，其實係一隻一隻碟嚟嘅咁樣。同埋裏面咧，今次好有心思啦、嗯，會有啲嘅咖啡香味。係冇錯。係啊，同埋有句口號喎，好似賞味期係三個月，回甘期係一世嘅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你聞嘢咧，氣味係一個好奇怪嘅嘢嚟嘅。有時你聞到某啲嘢，你會有一段記憶嘅。咁而唔同時間你去聞到呢段呢、這個味道咧，係會有唔同嘅感覺。咁所以我就想大家去聽呢隻碟嘅時候，可能你喺唔同嘅心情、唔同嘅時間，你經歷緊唔同嘅階段啊，或者唔同嘅事件嘅時候咧，你去聽呢隻碟都會有唔同嘅感覺咯。咁所以我就會形容為佢嘅回甘期係一世啦，因為係每個回甘都會唔一樣咯。嗯，我覺得咧咁有心思嘅啲題材啦，加上一把咁治愈嘅聲音啦，我諗我哋聽完之後咧，真係可以解開心裏邊有啲鬱結。不過咧，我等唔切翻去擺喺個盤度聽啊，我直情想現場聽下有冇得聽先。好啊，我覺得大家啦，大家俾啲聲我哋鼓勵下。點唱啊？俾大家點唱㗎？
隻碟裏面除了李環祖之外，乜都唱得。想聽咩歌？寂靜的回聲。我仲諗住最後一首唱添。呢首咧，我覺得我都覺得應該留翻最後一首，因為呢首咧其實哇，即係好，我覺得好壓軸嘅成件事，因為好好 touch 嘅，咁所以我哋留最後唱好唔好啊？抽時間嚟嘅，好就唱抽時間嚟嘅。好啊，咁我哋俾啲掌聲嘅 cap 好唔好？停住時間，咁就唯有將每一分每一刻都活得好精彩，咁其實就足夠噶啦。咁呢個就係偷時間的人。好，我今日特登係預備四首歌嘅 quota 俾大家點唱嘅。頭先點咗《寂靜的回聲》，最後會唱啦，跟住《偷時間的人》啱啱唱咗啦。嗯，仲有咩咧？仲有兩首《笑埋淚》。好，你真係好中意《笑埋淚》咯，發現。你最中意邊首啊？手上中意啊，好好啊，好笑容迷路了。咁呢首歌咧，其實就喺黑暗之中俾我哋一個光明，同埋即係總之喺黑暗之中，我哋會有盞燈，我哋跟住嗰盞燈去行，無論嗰盞燈係幾遠，我哋都有方法去行到去終點嘅。笑容迷路了。明知街边。
秋天嘅歌啦。等我睇下先。頭先第一首我哋唱咗，你唱咩歌啊？偷時間的人，偷時間的人都係秋天嘅歌。少年夢女啊，秋天嘅歌。跟住落嚟，大家想聽咩歌咧？最後一首啦。與我重行。啊好啦，下次先。係啊，其實咧喺上年差唔多嘅時候咧。即係一年前啦，我就推出咗呢首歌，跟住上年嘅差唔多時候，我就係啱啱出到咯。咁今年嘅差唔多時候，我就出咗我嘅第一張專輯《我唔認輸》啦。呢度係咪全部都買咗碟㗎啦？係。哇，好好啊！你哋睇咗裏邊嗰張卡未啊？睇咗，你有冇同隔離位對比啊？有冇啊？準備對比啊！我可以包保裏面每一張都唔一樣嘅，因為我係寫咗2000張卡㗎，每一張都我自己親手寫啊。跟住好彩我以前有草開筆啦，跟住我特登抄翻嗰啲咧，我以前草開嗰啲靚筆咧，咁啊寫，跟住本身諗住，我一支筆應該寫得曬啦。咁點知我最後寫咗六支筆咁，寫兩個星期咁，所以裏面係心意嚟嘅，同埋每一個 message， 我唔敢講話每一張都唔一樣，因為都2000張我都好難寫到每一張都唔一樣，但係裏面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 message， 咁希望嗰個 message 就中到你依家嗰個心情，或者我依家嘅心情。好，最後一首，唔係尾二嗰首，嚇死！如何从夏天活过来？多謝，咁真係好啊！係啊，咁但係我要再呼籲一下先，我哋而家身處咧，就
就係呢個淘大商場一期二樓三聯書店入面嘅一期二三咪咪店。咁我哋其實而家開始咗一半都未夠嘅，咁、所以咧一陣間唱完歌之後咧，阿 Cap 就會同大家簽名噶。所以咧朋友聽到呼籲咧，快啲趕嚟呢度啦，可以親身見到阿 Cap。冇錯。喂 Cap 啊，雖然我知道你仲會唱歌，但係咧大家想聽多啲你嘅歌喎。現場喎、哦，現場好似好快有機會添、啊，係嘛？係啊係啊係啊，因為咧，中咗我計啊！係啊，好快有機會，因為咧，我嚟緊十月七號咧係會有自己嘅第一個音樂會嘅。哇！咁而嗰個音樂會咧就會喺 Music Zone 度舉行啦。咁其實門票亦都公開發售，好啦，我哋嚟個民意調查啦。都唔係民意調查嚟嘅，你個投票大家邊個已經買咗飛嘅請舉手。哇！哇哇真係㗎，真係買咗㗎。喂，好似係禮拜五先開始嘅啫喎。係尋日。尋日已經買曬啦。仲有飛嘅，所以大家可以即係去買飛啦。咁我自己都好感動嘅，即係我自己嘅第一場 show， 我從來都未試過係有售票音樂會呢件事發生，仲要喺 music show 喎。咁所以我自己好期待嘅。咁而喺個 show 裏面咧，除咗會唱《黃言說》呢隻專輯裏面嘅歌之外咧，咁都有啲 cover 歌啊，同埋既然係第一場 show， 咁就梗係會有啲驚喜㗎啦。咁話明驚喜就梗係到時先會知㗎啦，咪好想知嘅啫咧。記得要買飛，到時過嚟睇咁咪知咯。嗱，你知道如果之後再睇翻嗰啲片咧，咁啊唔好睇啦嘛。咁喺裏邊坐低睇嗰下震撼感先勁啊嘛，咁唔使快買飛啊。佢哋買曬㗎啦，要買親啲朋友個個都買好唔好啊？咁我哋期待阿 Cap 嘅驚喜，我諗下會拎啲嘢先。就再拎住吉他咧，仲會拎啲咩？係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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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期待呢樣嘢。嗱，咁一陣間咧，我哋都會仲有一首歌添，就係頭先一早有朋友點唱嘅咩歌啊？寂靜的回聲。呢首唱之前你要介紹一下啦，因為呢首我都知道你係最新嘅主打拍檔。冇錯冇錯。呢首歌咧有一個都幾感人嘅故事啊。係啊，所以我話除咗你還在之後，乜歌都唱得係，因為你還在我真係唱唔到嘅。這首歌有國語版啦，咁寂靜的回聲就係廣東版，國語版就係你還在。咁其實因為呢首歌本身咧係寫俾一位我已經過咗身嘅朋友嚟嘅，咁因為同佢之間有一個承諾兑現唔到，就係喺佢生前咧，我就應承佢我一定要去台灣演出俾佢睇，咁跟住佢會拉大隊過嚟支持咁樣。咁估唔到最後喺我完成呢一個舉動之前咧，佢已經因意外而過身，咁所以就一路都有個好遺憾。感覺，但係個感覺就係雖然佢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，但我覺得佢係冇離開過，即係佢嘅精神、佢嘅信念，甚至我成日都會聽到佢把聲。但係呢個唔係撞邪啊，而係當你有時好低潮嘅時候，你好想放棄音樂。呢位姐姐就係喺我音樂裡面嘅一位精神支柱啦，叫做即係推動我不斷去向前行，唔好放棄嗰位。因為當我每當想放棄嘅時候，我就會醒翻起佢嗰時叫我話一定要嚟台灣演出，佢會拉大隊嚟支持，佢永遠會支持我。咁聽到嗰個聲音嘅時候咧，我就唔想放棄，我就想繼續去衝。咁所以咧，我相信大家都經歷過，即係雖然有人係離開咗自己嘅生命裏面，但係你會依然覺得佢係好温暖地陪住自己，包圍住自己嘅佢嗰個信念。咁所以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 message 啦。咁但係礙於呢首歌對我嚟講實在係太感觸啦，咁就冇辦法寫到有廣東詞。咁所以好有幸地咧，我就揾翻我嘅好朋友啦，黃樂怡幫佢填呢個廣東詞。咁而我同佢分享咗呢個故事，佢亦都即刻同我分享咗一個類似嘅故事，咁所以我嗰下就明白，係真係有共鳴嘅呢樣嘢，同埋大家都係創作人，有創作人身上面都係有呢個信念，即係俾信念佢嘅一個人，即使佢已經離開咗咁樣，咁所以收到呢份詞，我自己都好感動嘅，真係，我同埋睇到佢裡面嘅內容，我就知道樂怡佢真係明白曬啦，咁所以我就想將呢個 message 都同大家。我聽過呢首歌咧，我都好感動嘅地方就係、是，你聽首歌唔會話覺得好似好詭秘啊，或者係好傷感嘅感覺，反而有一種好正面、好清新嘅感覺咧，話俾我哋聽，其實思念都係一種力量。冇錯，同埋呢首歌比較特別嘅咧，即係之前四季歌我都有國語版
咁個編曲都一樣。咁但係呢首歌嘅國語版嘅編曲係完全一樣嘅，即係係兩位唔同嘅音樂人幫編曲啦。廣東版就係一丁李一丁啦，咁而國語版就係 Kimmy 邝志乔。咁國語版其實係用兩支吉他用簡單嘅 melody 咁樣去唱出嚟。咁其實嗰個感覺就好似以前嗰個 demo 版本嘅。所以我第一次錄嘅時候嗰下，我係喺 studio 崩潰大喊喊到 Kimmy 話算啦，今日冇錄啦咁樣。跟住咧到即嗰下就係嗰下嘅思念咯，呢個就代表住嗰下嘅思念。咁而直情咧回聲咧，其實成個編曲係突然之間好有希望、好有生命力，因為其實一丁加咗好多好 rhythm 嘅嘢，即係好有衝勁嘅成件事。咁你再睇翻就發現，係過咗幾年之後，我成長咗，我成熟咗之後，我再回望翻成件事，我依然都係好懷念佢，但係嗰下就自己成熟咗嘅懷念。咁所以同一個 melody。不同的編曲就代表住兩種不同的思念咯。同埋個 MV 都好好睇嘅，咁大家繼續睇多啲啦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不如我哋俾啲掌聲嘅 cap 好嘛？直情啲回聲。我想話呢首歌真係好難唱。好，直情的回聲。望著破裂牆壁，寂寞化作回聲。是静了一刻，得到安停，无法寻找你，都可听着你缓要表情，泛着暗淡蓝色，落寞化做回声，或是静了想，仍未有呼应，无离开了转。心去製作一個專輯，有咁多首歌，有咁精彩嘅散文集，同埋最重要咧，就係由舊年嘅 Capcom 出道啦，一直見佢一首接一首，好勇敢去做佢自己嘅歌，仲拎住啲吉他咧走勻十幾區去做 busking。我覺得呢一份心意咧，其實真係反映咗 Cap 對音樂嘅熱誠。咁而家終於收成咗啦，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想分享你嘅成果嘅。咁所以接落嚟咧，我哋就會有簽名會咯，大家期待啦！希望將來更多機會同我哋唱好歌，好唔好？好啊，多謝你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好啦，我哋簽名啦。我哋可以簽名會啦。好，大家睇張相先。